药妆店非常的多啊，李小璐。还没开店啊，十二点才开店哦。各位乡亲父老兄弟姊妹大家好，北海道药妆店的一级战区啊，今天我来访问了这个札幌药妆店，看看这里的销售排行有哪些东西呢？那最后也会提供这个 coupon， 也就是优惠券给大家使用哦。行きましょう。来到了武丁木的札幌药妆店了。这次一进来门口前就可以看到台湾人最爱的这个叫做合力他命。合力他命阿里拉命 EX Plus 说的 B 群都在里面，这个人家最爱的哦。所以说这个这里今天有没有限定？何も買っても大丈夫ですか？哦，现在没有限定哦，因为以前都有限哦，这个270颗以前很多限两瓶啦、六瓶，现在没有限定，你要一次全买也没问题，只要你带得回去就行了。除了这个合力他命以外，它还有加强的很多，比如说神经痛啊、经常的疲劳那些 B 群可以帮你的，甚至那个过敏性的那种痒啊，检查不出来了有帮助哦，因为我有吃过。它这个都是类似包装，牌子不一样。哦，免税的规定在这里了，满5000就未税了，但是规定是禁止在日本开封哦。出示护照跟 coupon， 他们还会帮你们减这个，每20000再少500。哦，我们还有那个会有哪个？对对，一样有。就免税10%，然后 coupon 在5%，15%，那每20000再少500日元到10月31号哦。所以像这个地方啊，非常的好逛。那这里啊还很特别，它还有洗手间。这一间店哦，武丁木男性跟女性的洗手间，这里连一兰拉面也有卖哦，泡面啊、口香糖，就一般超市的糖果、饼干。想坐啊，想坐啊！哦，这个要推荐一下，看到了吗？我们北海道女婿 Jelly 他家的干贝备注了，含税是14904，那出示那个 coupon 再加你的护照又少15%哦。有人说啊，好贵哦，这个备注啊，干吃都可以啊，或是煮汤啊，加个萝卜就行了，只能这样讲。一分钱一分货，人间店的东西实在太多了。这里有写木药，木药就是眼药水了。那眼药水啊，可以看到有这么多，全部都是全部销售第一名的叠加啦。小个短袜 FX 这个是298，含税是327。所以像各位哈，你看这上面，因为这么多整片墙不知道怎么找，你就看上面了。上面写着，比如说日语、中文、韩文、英文，写着什么？维他命，维他命就是类似这些合力他命的，全部这个都叫维他命了。然后什么 BB 啊，吃了会漂亮的啊，不吃就很漂亮，还要吃的那一种也在这里。再来就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胃肠药、整肠药、便秘药，就是肠胃的这一种。就包括了这些大正啊、太田味散啊、瓦卡莫多、Abios、Cabbage， 甚至百草丸这一类的，全部都在这个胃肠、整肠、便秘药，光这个就占了3格。所以你看不清楚的时候，你就看上面就很清楚了。哦，4格了。销售排行第三名的这个也是台湾人最爱的啊。瓦卡莫多洛原定啊，这个有1000颗啊，这个是表飞明，现在买不到表飞明的，都叫做新表飞明。另外一个胃肠药，这个台湾人一定都看过，这个绿色加黄色的 cabbage， 这个也是胃肠药，个人比较建议这两种，这个叫太田味散，这个叫大正制药，因为这个都是汉方的哦。那汉方的话，对你的那个消化系统啊比较温和啊，比如说出来旅游紧张水土不服，每次就想去拉一下的，这两个可以帮你哦。这个分包的，这一小包一小包随身带着是很方便啊，
或是那种宿醉啊，这个也很好用哦。那这种瓶装的比较适合放在家里了，可以推荐这个哦。这个叫 Abios 元气的补给，它这个用所谓的啤酒酵母，就是这个朝日啤酒研发的哦。所以这个 Asahi 有看到吗？ Asahi 作为送礼的伴手礼哦，家常必备。那所谓的风邪很简单，风邪就是感冒药了。那感冒药在台湾卖的最好的就是这个叫 Papulon。 那 Papulon 记得哦，它有颗粒状，这个是颗粒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叫定剂啊，那个叫微粒的比较好哦，因为很快就在你的胃里吸收了。这个东西，这个不是等你感冒很严重来吃哦，是有一点感觉的时候来吃，它就有效了，是这样的。像这个，很多人很困扰的长痘痘啊，这个就是消炎用的，针对痘痘。而且你要看哦，这里有看到了吗？这里写大人，大人就是成年人长痘痘在用的，所以青春期的长痘痘你就别用这个喽。从根源改善治疗痘痘，对于这个肿啊，那个发炎不舒服的很有效果。那有人就问了，哎，啊，怎么都是大人的？啊，有没有小人的？青春期有啊，你找那个未成年的，很简单，你只要看这个，像上面没有写大人，没写大人就可以啊哦。来，再来就是化妆品了，化妆品，看一下，很多。来，据说他们店员推荐啊，这个超人气的伴手礼，这个只要含税是770啊，高浓度的 VC 啊，烟什么氨，说真的我也不懂啊，我也没在用，反正买下去就对了。美容啊，乳液啊，哦，这些有牌子的 Cosi 啊等等这些东西，美白啊，这太多啊，这我不买，可能大家来的都有做功课，如果没有做功课也可以问这边的服务人员，中文都没问题的，基本30分钟是逛不完的。有买东西一个小时起跳，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啊，所以药妆店的乐趣就好像寻宝一样，看到每一样都是宝啊。这个我女儿来啊，我女儿17岁了，她来这种地方可能要待一个钟头以上才有办法回去的。还有这个台湾人也会买，不过韩国人买的最多啊，就是那个穴道贴啊，很便宜啊，这个东西就贴了会热热的，这个也很出名哦。这个就是带着磁石的这个贴片了，你看很多运动选手啊，那个在手啊脚啊肌肉都贴着一片一片的东西，就是这个靠磁力让这里的血液循环啊让它顺畅啊。这个特别推荐，这个叫口内炎啊，就是嘴巴有发炎啊，有破洞那一种，吃东西很痛的，睡眠不足啊，或是 B 群不够，这个你贴一下哦，这个很推荐。这个我家也有放，我家从小那个小孩被蚊子叮啊，就把它抓到破皮，抓到破皮之后会留疤，这个很好，这个消炎很快，你只要被蚊虫叮轻轻一擦，很快它就不痒了，不用像我小时候的时候还用指甲去给它弄个十字，有没有？ Unakuru 这个牌子哦，这个牌子没那么凉，这个比较凉一点点，而且它是马上止痒的。像这个是面素利达姆，那这里最出名，其实在日本是这个啦， Hololine， 这功能跟面素利达姆差不多，这老牌子，这个还比那个面素利达姆便宜一些哦，大家可以参考。这个在台湾最多了，最多人买的就是面素利达姆的 AD 解热镇痛，也就是止痛药了。Ibu 这个头痛啊生理痛啊的缓和都有用，因为曾经我也有一次啊，突然早上手举不起来啊，那个叫做肌腱发炎啊，也是靠着这个撑过的。还有加强版，这个也蛮不错的，对于生理痛头痛或各种头痛，不然就是牙齿痛啊，这个很有感觉的哦。那再来写汉方药就是有中药的成分了，绝大部分都是什么健康食品，比如说脂肪过多，这里全部都是，看到没有，大
大肚子的脂肪哦，牙膏，牙膏，国导很推荐这一个哦，这个在台湾的牙医师里面有放哦，日币525哦，之前我去台湾的牙医师那里看，金额就变成台币了。预防牙周病啊，非常好用，或是牙龈容易出血，你在刷牙会流血有没有？或是吃东西有时候会流血，这个东西就很好用了。效果好用，品牌太多了，无法一一介绍啊。竹凡不及备载，啊，这些洗发的啊，洗澡的啊，那影片最后会把这个 coupon 的连接放在后面给大家使用哦。你只要下载，不用，你只要拍照就把那个萤幕拍下来，就可以少5%，再拿护照免税10%，一共15%哦。反正啊，怎么逛好逛，有缘就好逛了啦。お願いします。你要哪边分两包？二つ分けてほしいです。啊，是这个药品的放一起，放一起吗？分两包可以，但是你要是一起结算就可以。要一起结算吗？一起结算。哦，对对对，那 OK OK， 那你跟他讲怎么分就好了。所以店员都可以讲中文，非常的方便。刚好遇到我们台湾两位大哥在这边补货啊，也不是多买。OK OK， 送给家人的。台湾，哎，这边的经济很多要靠你们了，加油啊！没有，彼此彼此，都是好东西啦。哎，所以说这里哈都有可以讲中文的店员，很方便。有什么问题，比如说你要怎么分开包，但每一包要有到免税的价格，因为规定它必须包起来、封起来，在出境境外才可以打开使用，就可以免这个10%的消费税哦。那今天就大概介绍到这里哦。それでは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。他们连香烟都可以免税哦，整条的，敬请多加利用哦。来北海道札幌药妆消费结账时，请出示护照，加本优惠条码，消费含税金额5500日币以上，减免结账总金额15%，优惠条码不限使用日期，可重复使用。资讯栏会有优惠条码连结，敬请多加利用。郭导感谢您。